像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种有手动功能的相机，最基础的就是要搞懂它的快门、还有光圈、还有能量。能量包括现场的光线，还有感光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ISO。我跟我朋友借了几台相机，摄影课要实际操作会比较好懂。 你也拿一台吧。谢谢。那你呢？哦，我没关系。这台给你用好了，我跟玲玲用一台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跟她一起用一台就好了，不然你借我们自己却没得用，这样就不好意思。嗯，好，那好吧，借我用了。像现在光线比较暗，我们就必须把快门调低 ，ISO 拉高，但是这两者都有优缺点。实际状况，我们拍摄看看，再来做说明。 那今天老师说的吗？老师说我很有天分。真的吗？原来摄影还蛮好玩的。你喜欢拍摄的话，那我可以当 model 拍。你一定会超有成就感的。为什么会超有成就感？因为不管有经验的人或没经验的人拍我怎么拍怎么好看呢？什么啊？真的啦！如果你想要学拍摄的话，如果拍到不好看的照片，你就会失去信心。哇，360度，怎么拍都是好看的。好像也是哎。 那我要从鼻孔看起来。好啊，那我要从鼻孔看起来。哎，那你一定很丑。哎，这样你不就变变坏？什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不要拍我。什么？麦克强骂你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现在就要去拆了吧！ 这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，佳佳？听错了吧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一听到的时候就吓到了，还来不及问他，他就跑掉了。啊，就跑掉了？这么一听，确实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如果他说了就跑了的话，那他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？ 要是他真的只是为了在那边一直等你，然后骂你的话，那我以后都要叫他麦克风。嗯，高子峰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所以我就一直认真的回想，我最近有没有惹他生气？佳佳，麦克强怎么可能会对你生气啊？还不是对你？哎，婉君，讲到哪里去了？ 等一下，还是你上次去他家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了吗？嗯，应该没有吧。麦妈妈她还蛮喜欢我的，我要走的时候，她一直很热情的邀请我下一次去她家玩。那到底为什么啊？麦克强真的很奇怪啊，原来是因为认真读书，所以压力很大，才会行为失常。那他嘞？ 都已经是准大学生了，又没有什么压力，怎么会变得更奇怪？好了，我觉得啊，我们再这样猜到天荒地老，也不会有什么答案。嗯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问麦克强本人，他都敢骂我们的佳佳了，总得给我们个说法吧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赞成。佳佳，我跟婉君呢一定会要麦克强给你个交代，你觉得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嗯，那就麻烦你们喽。
在这里好了。哎，伟哥。啊，你在干嘛？阿麦头上怎么长花了？小威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插的啦。那如果你不喜欢盆栽的话，我还可以变成笔筒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哒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好看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你们新创的游戏哦。不是啊，威哥，因为我想救阿麦，然后结果我就救不成嘛，所以我就只好放生了。阿麦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要办舞会，阿麦就跑去古佳佳了。这我早就知道了。他该不会是约古佳佳，然后被拒绝变成这样吧？威哥，我跟你讲，这都还好。他如果被拒绝，有没有？他可以怪古佳佳说，古佳佳没有眼光。可是今天是他自己的问题耶。好了，威哥，我跟你讲，总之古佳佳现在一定非常讨厌他。然后你看，他现在整个人石化，我怎么帮他嘛？对不对？这下子好像真的变得比较麻烦嘞。对啊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有方法可以让阿麦可以顺利的约到古佳佳出来。真的？真的？是吗？那个阿麦这个方法对我有用吗？因为我也想要约婉君。当然，对谁都有用。就是写邀请函呢。然后呢？然后给古佳佳。然后呢？然后等古佳佳回复啊。麦克强，你是资优生哎，连这么简单的方法都不会哦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想说你有没有更厉害的嘛？结果你说邀请函。我哥，我对你很失望哎。啊？算了，我自己冷静一点好了。阿麦，我的方法很烂吗？是还好，因为毕竟你都可以让阿麦火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对啊，好棒棒，真的。奇怪，帮你呼吸好如金哦。啊，没事啦，真的很棒啊，好棒棒，真的。哎，小姐，一麦，金小帅邀请你当他的舞伴了吗？有啊，他昨天就问我了，不过我还在想要办什么是要比较搞怪比较好笑呢，还是如果要拍美美的照片，应该还是要扮公主比较好。依美，你看起来真的好幸福哦，这就是两情相悦的感觉吧？难道陈鸿飞没有约你吗？没有啊，不要说他还没有约我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我当他的舞伴。那你就主动问他啊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既然陈龙飞还没有决定他的舞伴是谁，那你就主动问他啊。谁说舞会只有男生可以约女生？女生也可以主动邀约啊。贺一美，你不要以为呢，你跟金小帅已经确定在一起了，就把男女之间的邀约讲那么简单。小心，我会嫉妒你。哎呦，我是真心关心我好朋友的感情状况哎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但是这样会不会太突兀啊？如果陈龙飞不接受，我该怎么办？就算他拒绝了，那你至少也知道他的想法啊，总比你在这边乱猜好吧？嗯，你说的没有错哎，反正我已经主动过那么多次了，这一次应该没有差吧？好，这次就由我主动约陈龙飞。好，我一起来帮你祈祷。米奇会跟陈鸿飞一起跳舞，米奇会跟陈鸿飞一起跳舞。说新的学期开始，那你是主攻化学，那我们就是弄什么化学的那种团队竞赛。哦。秘密，吃蜜苹果。这么好。甜吗？哦。好甜哦。那把吃完。没有吃啊。你比较甜，我味道还不甜啊。下次我们来拍照好不好？
好，来，我们来自拍。好，要甜蜜哦。哎，甜不甜？甜。笑得好灿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们笑什么？我们拍照你在笑什么？你们不要这样逼我们嘛，不要欺负我们嘛。我们不是不做，我们要做，我们也可以比你们还甜的。对不对？你叫我们怎么讨论？好了好了，不然我讲个笑话，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要讲笑话？这个笑话真的很好笑。来来来，有一天有一个女孩，她去饮料店买饮料，然后老板就问她你的冰块跟甜度如何？女孩就说去冰。啊，去冰。那甜度呢？跟我的笑容一样甜。然后老板就给她一杯无糖的绿茶。对不起，这请问哪里好笑？烂死，真是烂死！你的程度怎么还是这么差？哎，我不懂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忍受你这个全冰又无糖的绿茶，不好笑。你到底怎么搞？我觉得蛮好笑的啊。好笑在哪里？贺老师，哎，听说你们班好像要自己办毕业舞会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，所以就没有阻止他们。不要阻止，我没有说要阻止啊，这那那么办呢、啊，就很好啊。毕业本来就要办个毕业会才像话嘛，对不对？年轻人嘛，活力奔放，热情很好。我说他们会不会邀请市长参加？会啊。会是。好，那太好。B 班真是充满了活力呢，听了我都想参加了。是哦。欢迎所有老师们一起来参加。我也去。我们一起参加吧。虽然我跳的不是很好，可是你想去的话，我一定会陪你去。你放心，有我在啊，我教你跳舞，你一定会是最好的舞伴。不只是最棒的，而且是唯一的。谢老师啊，你要不要把刚刚的笑话跟贺老师讲一下？真的啊？哎，说不定他觉得好笑哦。好啊，他最喜欢听饮料笑话。对啊，你可以听一下。哎，我有点忙。老师，那个笑话是讲给他听的吗？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女孩，她去饮料店买饮料，然后老板就问她：“你的冰块甜度如何？”今天呢，我们要复习的是泰戈尔的《飘鸟集》，这是他作品里面最动人的一部诗集。泰戈尔的作品内涵深刻动人，他喜欢用轻松的语句说出一些深沉的哲理，你读他的诗呢，会很像交到知己一样。哎，老师这时候在跟我说现代诗，是在给我暗示吗？没错，像我这样的高材生，邀请函怎么能用白话文？当然要显示出创意和高度啊。麦克强，在写什么？我写上次没有做完的笔记。你这是在写笔记吗？哎，阿麦，你也变太多了吧？你是怎样？准大学生都不用再读书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在写情书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要乱讲话。干部兄，苏总。老师，我觉得阿麦应该就像那个泰戈尔一样，就是有些话呢，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，要用写。对嘛，你看我就没有说错嘛，一定是在写情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先不用紧张，老师没有要看你写什么。不过麦克强，虽然你有可能不用考七月份的指考，不过既然你还是坐在这边，就还是学生。学生的本分就是要把书念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老师。好啦，我们继续上课。泰戈尔的生命中有三个导师，一个是大自然、平民，还有他的孩子。所以你从他的诗集里面，我让我欺负家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娘是谁啊？
讲？你说啊！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的清白话，就把你那天想错话说出来呀、啊。不是啊，又不是跟你们讲，我告诉你们干嘛啦 ？OK，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佳佳很难过，没有错。他整个晚上都在想，他到底哪里惹到你，知道吗？他都睡不好。麦克强，我知道你很爱面子，可是等到你去跟佳佳解释，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哎。嗯，那就让我们去帮你说，不是很好吗？婉拒，这样不行啊！虽然我们可以帮麦克强解释啊，可是麦克强，你必须亲自跟佳佳道歉，不然佳佳太可怜了。好了啦。这件事情不用你们两个插手，我自己会找佳佳解释跟道歉。反正到时候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。还有，不要再找我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麦克强，你骂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，没礼貌哎！气死我了啦！算了啦，反正他都说他自己要去跟佳佳道歉了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嗯。小敏老师，杜组长啊，你跟小浩老师打听舞会的事，应该是想要约潮州湾去对吧？对了，哇，这样都被你看出来，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爱就要勇敢说出来啊！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约曹教官啊。你可以帮我约曹教官啊？嗯，真的假的？我本来想说，我要是我去约他，他可能会尴尬不答应。你要是能够帮我约，那成功率就高了，他也给你一个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有我在旁边敲边鼓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加油哦。好了，谢谢了。真的哈、哦，谢谢。下课啊？对啊。累不累啊？不会啊，看到你就不累啊。嗯，我刚刚有帮你泡一杯茶。这么好、啊？很香哦。真的。啊，小心啊，傻瓜。你现在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？知道，杜组长，我邀请曹教官参加舞会，而凯明老师会帮杜组长。你刚才说很多遍，我知道。你怎么还那么淡定啊？你现在应该要紧张一点啊。严立刚，谢谢你来提醒我这件事情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你才刚跟凯明老师和好，你就偷偷跑来跟我说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有点不大妥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啦、啊。我跟秘密已经达成协定了。谢什么？我的老师叫小浩。